学城南站，欢迎光临大同大道。几点到这个这里啊？你错来我们家，我微信扫码，对，然后购票，然后购票，然后点一下这个二号线，二号线，嗯，然后购票，购票就行了，应该是免费的，好像吧？对，是免费的。我现在就在这里等吗？对，就我这一辆。下车点也是。然后就乘车时间。OK。没票了。嗯。票数不够。我看，帮你看一下一号线。嗯，因为我时间比较紧。看看有没有哈。一号线也没有票了。哦。这个下趟就十八点是吧？对，我们是有一辆是没有方向盘，那辆不用预约的，那辆是哪辆？在哪里上车？对面那个公交站那里等，他会到站会停啊、然后有位置就可以上去坐，系好安全带就可以了。Okay. 那台是没有方向盘的，那辆也是转一圈回来大概十分钟出头。嗯，他那台是不停的跑的，他那辆没有班次，没有时间。好好，就对面公交站。我怎么过？怎么过去？有些人呢就直接穿过去。那我就直接穿过去看。对，有一些是走斑马线。这个没，你看没人呢、我可以上吗？他没人，但他票卖完了，他因为他可能是这个站没有人，但是下一个站有人。啊、他就不给上对吧？对，你要购了票就才有那个位置。啊、就人家买了，我们肯定要预留位置给人家。啊、站着是不行的对吧？对。啊？对，站着是不行的啊。那我大概如果我在到那边等，大概要等多久？那个不用预约的，十来分钟。好，那我试试我的运气看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要扫码上去了吗？啊，不用，直接上。车辆即将乘坐，请乘客
系好安全带，就能扶好。请车上的乘客就坐，并系好安全带。如有小朋友，也需要单独一个位置坐好。我们就要出发了。车辆即将到达生物岛国际公寓南门，请乘客带好随身物品，等待车门打开后再解开安全带下车。欢迎下次乘坐。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。每一位乘客都系好安全带后，我们才可以出发。车辆即将出发，请乘客系好安全带，就能扶好。我睡觉了，看来可以。不行，吃了那啥子就吃，不行不行那个，哎好啊好，那个吧，三两，三两，就是听说是人太多了，中午人太多，然后我还吃，我本来也说想吃三两，但是那个人太多了。上次不是带我去做图吗？周五好像是差不多点吧，八点，我就已经排不上，排两条，真的是。
今天早上跟中午去，可快了，而且还要走。等备车门打开后再解开安全带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啊？只有两个位置，那你们谁上？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，每一位乘客都系好安全带后，我们才可以出发。车辆即将出发，请乘客系好安全带，坐稳扶好。车辆即将到达关中地铁站地口，请乘客带好随身物品，等待车门打开后再解开安全带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。我又回来了，谢谢你，你的记忆非常好，我刚才在那边坐了。每天来这里坐的人多吗？主要上班的啊，是上班的，像我们这样专门来拍的人也有，对吗？对，啊，一般是高峰期上班的比较多一点。像那个公交车也是新能源的，对吧？这个啊，这个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对，它这个就跟公交车是一样，就是公交车。它好像绿牌啊。
它也挂有黄牌呀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不知道哈。应该是混动。哦，混动的。啥牌的双联动？系上安全带。Thank you.